想问问看十这个数字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是唯一超越九更吉利的数字。这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一个年份，圆满的感觉，对我来说很圆满，别的完美。每一个十年好像都是不同的阶段，然后不同的历练。这是在玩很大十年，大家都认识我多久？不长也不短，但是又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十年间，有人从学习生涯毕业，有人相识变相恋，有人相恋步入婚姻，甚至有了可爱的宝贝，好多好多的变化。十年代表着玩很大的奇幻时光。欢迎和我们一起度过十岁生日，生日玩很大，我们在土耳其，这一条就是那个翻红花城的老街，老街，随便在下一幅画。太美了啦，这个美的美，看看这个窗帘，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是住在整个山腰，山童话故事，我们是住在童话里面，对，童话故事里面。然后这里的人们呢，他就是非常的 friendly。Beautiful girl， 有没有看到？他们怎么会那么热情呢？要请我们吃啊！他一定要我们吃。How many? How many? One. Only one. It's a can. You are the 20. It's okay. Okay. Istanbul. Istanbul.